觉得，我觉得我会改变的，不说工资这些我以后都会给你，但是我也希望你能改一改，以后不要欺骗我，其实我真的很想跟你在一起，知道吗？其实你说的都过去了，这半年以来我一直都在跟你在你身边，每天除了上班就下班，难道你没看到我改变吗？我觉得没有改变太多，你知道吗？不然我也不会来了。无论昨天今天和以后，一直到没话了吗？请亮灯吧，两位拢共说了不到30秒，两年多的感情会情归何处呢？谢谢两位，请回。来，请关门，请开门。怎么了？那房子不要了？要了，他说的努力就行了呀。哦，他说的努力就行了啊！行行行，只要你们幸福就好，好吗？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话筒，有请。谢谢。希望你们得到自己想要的真爱，谢谢你们，来，请回。有网友提问说，我今年33岁，结婚13年，我老公脾气非常暴躁，一年有一半的时间是在发脾气，这些我都能接受，但我现在受不了他每天拿着手机什么都不管，这样的日子已经有2年多了。我爱他，特别是爱我的两个孩子，我想过出去打打工，可是放不下两个孩子，我一直在等待我的老公长大，但他还是丝毫没有改变，我该怎么办？其实改变一个人的性格非常的不容易，但是我们可以思考去改变行为模式，不能接受的要明确告诉对方，如果对方不能调整，那么做好自己为人母的责任，晾一晾他也是好的，逃避是最不好的方法。